那当然，这都是从原厂来进口。好，那大家只看到在有一些网站上面似乎显示的批号，好，或者就是说标示上面有一些不同。好，那大家看到可能是在美国的疫苗哈，基本上是标示为产品批号及生产日期。那台湾的 Moderna 是从欧洲厂进口，好，那标示的是哈产品批号及有效日期。好，那不管大家知道这些大的疫苗厂都把这个哈，在布局在全世界哈，都有这些好的疫苗厂来相关的一个制造跟生产。好，那我们对于每一个厂的，只要是不同厂的一个制造，那我们都会哦检视它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资料，好加以核可之后，那才能够进来。那进来之后，还是要做封签检验。好，确保这些品质的，好，确保这些进来的一个品质，好，所以这一定是哈原厂进口。我们签约是跟 Moderna 直接签约的。